我们对这一事态表示关注，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，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。中方希望有关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，保持克制，开展对话接触。 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，探讨寻找均衡解决各方关切的有效做法。